高建山在本季啊滚飞比是1-1啊。这个球结果打成了一个在一垒边线的界外飞球，一垒手接杀出局，三垒上的跑者假跑了几步，没办法回来。哇，这个球打得太勉强，有很好的一个击球机会去打这个坏球，科学了。这对于Lamigo来讲啊，当然是会觉得很可惜啦。对，因为其实有不需要安打就有得分的机会，但这个球是打了一个短程的飞球，当然没有办法送回三垒的跑者。余德龙这个球的攻击了，是有一个企图心，试的要打到右外野，但基本上你要打到右外野是球要带进来，而不是身体走出去，机会就不大了。今天现在在一分差的时候上来面对谢炫任，这个球被拉掉了，一个内角球，内角球，结果谢炫任没有出棒，站着不动，遭到了三振。哇，这个关键的三振啊，也让统一狮队啊守住1分的领先，8局打完3-2，还是领先啦，Lamigo。